Hello， 大家好，水哥，我们继续来玩网友的账号啊。今天用自来也，仙人自来也是吧？很羡慕有这个仙人自来也，可惜我没有，只能借网友的账号玩。估计这类似的，我自己的那个账号肯定是不会有自来也、仙人自来也的。存了半天，存了两三年了，才存一个普通的自来也啊。通过那个对放是吧？那个什么？碎片三层的这样，忍者招满了之后的那个碎片嘛，然后慢慢对，慢慢对，而且自来也又最贵。仙人自来也，我也不会用。有网友叫水萌，吃了一口火，是的，毒的。哎呦我去，好贱，一个被吸进去。遅い。やれ、キュービ。完了，这手这么快。喇叭喇叭，去吧。最后一下炸了他没血。万花筒血而已。哎，不行啊！最近玩火影越来越渣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前还知道乱跑的，现在根本不会玩了。但是我明明打了他，为什么我明明蛤蟆舌头伸不起来了？他给大家玩虐。不行，打不来，被他虐了。遅い。千鳥夜走。哎呀，这个佐助我也不会玩，打也不会打，感觉我玩不动了。现在佐助很多人都有。打我呀！你怎么不打我啦？哎呀妈呀！这个范围好广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把它耗死。提拉米真的挺好用的，是吧？那个一技能旋转过去无敌，范围又广。太老了，我每次遇到这个打的都谁能打？可是，哎呀！电是你，真他妈，那开这玩意儿。来，我想这都能给卷起来。卷起来！打！过来，乖的回来！哎呀，我去，他怎么没了？卷起来！哎，不科学啊！为什么他打就倒地了？太假了！妈呀！被插住了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
哎呀，我去，这个机制也不科学啊！哎，以前我被人打的时候，每次都是那个奇拉比落地，是吧？就会落到我身边来，他怎么会跑那边去了？OK， 挣到一个点够了。哦，好痛！哎呀，又被擦了。又不是你的跑。这个位置你也知道吗？你妹的，这都行！来一口！完了！哎呦，像这都能打得到！帅气的一个旋转，终于是扳回了这一局。酷吧，这个姿势很酷啊！我们玩到这里。